他妈那边没那个打的嘛？那边啦、啊嗯，打来了不？真的要是前面来的话了，对。从那里开始打哈。嗯。他不然你都下去不到。那边开始打了是吧？那时候是打铁匠打一块。打一块呀、啊。嗯。你说那个是不是双藤子打一块？那不行。要从那个上头下去，全部一下打起走，是吧？等个几天也来得活。那我们搞的今年那么大的太阳给狗，他没到时候还是、啊、我们那段没到时候。八九天了没到时候。还是吃，我们的本来要吃些，要吃几天。我估计是在九月初开打，你知道？九月初。那你是可能过把星期了，要不？哎，哎！我说包括干着了，还不错一还有满。嗯。三五，要得。出去干你走，嗯，想不想？多到了，多快！慢慢来，这东西要弄得好细。出去干，慢慢炒，炒得好的，香味冒出来了。来，开水炖，看到吧？还有个猪尾巴呀。我来，我的左个手烫了，左手烫了，快煮会儿都可以吃了啊！你把鱼子搬哪去啊？搬过来吃完。你脸头瘦弱哈，哪里去了？哎，我啷个打？来，喂，妈耶！开始好像。来，模特儿，兄弟，过来是吧？我打。滚了，那几块去？我滚了。是的。我喜欢吃肥的带瘦的。五味半儿。嗯，把你们吃都干了。嗯，我干了。张红。嗯。快吃了吗？嗯。怎么？嗯。一个小凤两个啥回事喽？整醉的？没有啊，我那感情好得很的。我们两个又整醉的。啊？我们的事你莫操心，没么事哈。嗯。莫操心。啊妈是。最好就是你两个嘛，你没事儿才放心了噻，是不？没事。嗯，那就好。嗯。我关心他哈，叫他子多休息哈，跟他。啊、哦。夫妻嘛，都随时要关心他嘛，好吧？关心他。嗯。那个行嘛哈。嗯。
那女孩子都是哄得好最好啊。好，包布一收完，马上要打谷子了。嗯。还有，让机器收完谷子。嗯。农忙季也像是。嗯。感觉天气好才行。